上百只小绵羊整齐放在广场上，小朋友看到乐歪了，七手八脚把小羊抱起来，笑得合不拢嘴。你们觉得很可爱？不仅小朋友看了开心，小绵羊超萌的模样，连大人看了都忍不住装可爱，和小羊玩亲亲。民众直呼这群羊妹妹实在太疗愈了，很漂亮啊，很自然，很可爱啊，所以我们是返老还童。这些由上百只羊妹妹所组成的装置艺术就出现在基隆火车站旁海洋艺术馆广场。为了配合圣诞节到来，馆方还特别把小羊叠成圣诞树造型，让游客看了更有过节气氛，可以让人家心情看得很开心吧。那你觉得这边羊可爱呢，还是海洋广场上的羊可爱？这边的羊可爱，因为这边可以抱着拍照，讨喜模样让民众看了好开心。不过除了基隆的羊妹妹，新竹的护城河也有72只猴儿进驻，每一只造型都不一样，同样吸引游客目光。这些装置艺术会一直展示到明年1月中，陪伴民众一起度过温馨的圣诞，还有热闹跨年。记者周丁龙、何孟谦，基隆新竹报道。